这一节，一个美丽的个人赞助的四个分享成长的人，一个叫阿金，一个再一个叫布啊，再一个叫黄金，另一个叫黄豆。虽然他们的名字非常奇怪，可无辜是为了他有一点钱，他们请出了一个抢了一个被打，剩下的三个人和进来救出了六个，为了他们有点厌恶食物，最后成了贵妃的人。飞到天空，飞过各个森林，飞过城市，又飞过大海，又飞过祖国，又飞过剩下的七个国，又飞过过了一会儿，整个世界都飞完了。